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华侨美二台，每天下午打卡华侨美各大市场帮粉丝挑选机器。今天有一位深圳本地的粉丝拿过来自己的这台13 Pro 来找二台置换一台14 Pro， 这台无锁的13 Pro 还是年前二台卖给他的，我们可以看到电池还有 94% 的效率。手上这台无锁的14 Pro 是一台法国版的，我们现在打开一下关于本机，可以看到14 Pro 256G ZD 就是法版，但是这台256的其实和128的是一个价格。小伙伴们可以看到这个后盖有一点裂痕，就是因为这一点点裂痕，我们拿货的时候少了600块。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欧版的机器比美版的好在哪里吗？因为像美版的机器它原生是没有卡槽的，一般都是后开的卡槽，这种后开的卡槽稳定性的话就不如这种原生的卡槽。其实这两天14国行的价格也是一直在跌价，所以想入手14系列的可以再等等。据往年的搞机经验，14系列的话到315前后会有一个时长最低价。帮这位粉丝导好资料之后，阿台也要继续忙了。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吧。